天呢，我就是要来实验一下，就是之前在网络上有看到用雪碧做那个冷面，它好像改款了，它改款我都不知道。然后我先切一下配料，就是这个小黄瓜，这小黄瓜已经洗过了，切不要太多。哎，帮我拿一下那个刨刀。就拿这样一节一节这个小黄瓜就够了。小黄瓜把它用刨刀刨成这样子，这样切起来会有一点点绿绿的，蛮漂亮的。冷面的汤，然后首先我们要准备的，今天的食材没介绍，这个帮我拿走一下，谢谢。装塑胶袋放到冰箱。好，今天的这个做冷面的这个材料有这个牛肉汤，这是牛肉汤，就是没有加盐，就是纯牛肉汤，然后我有过滤过，把那个肉渣过滤掉。然后这个是小黄瓜丝和牛肉切片，卤牛肉，这是卤牛腱，就白水卤，就是白水，牛腱洗过以后放到锅子里面用白水煮1.5个小时，然后这是跟上次一样是这种斑驳的水煮蛋，然后这个是熟芝麻，然后还有苹果醋。然后白砂糖、酱油，然后还有我最爱的海苔丝，还有韩式泡菜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这个汤跟雪碧的比例是3:1。反正就是，我就先讲，我怕失误。然后我们再加苹果醋，一定要苹果的哦，不能不是苹果，要苹果醋，这种，这个，来个一勺。这样会出味了，夹在尝。然后再加酱油半勺，要酱到的
就会变神秘汤汁。好，然后最后要加上这个砂糖，可是我先尝一下好不好？它我看网络上他们有配帮我加砂糖，真的加一点好了，我觉得不够咸耶，是不是我的牛肉汤没有咸，所以它就不咸。加半勺，半勺砂糖，一定要砂糖哦，要不然这个冷面它那个可能融化不了。我感觉我刚喝的那一口那个雪碧味不浓，没有什么雪碧感，是哪里有问题？好，那就这样子啊，就结束了，然后让它融化一下，下面还有一些。全下次就变淡，不要这样子，加半碗冰块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组装了。组装是最令人愉悦的。首先，先准备一碗这个乌龙面，可以是那个叫什么？乌龙面可以准备乌龙面，可以荞麦面，然后也可以韩式冷面那种细面都可以，然后也可以用冬粉。宽的那种，我喜欢宽的。哎，我是不是应该要先放这个？哎，我需要一个刀，我是不是需要一个刀？不用。等一下要切那个蛋，就放刀上去。谢谢。哎，我是不是需要一个筷子？两个筷子。小黄瓜丝。有小帮手，感觉整个都不一样。谢谢。我要铁的一双，这是我们吃的。好，没关系啊。那拿一双铁的，把这个肉放上去。可能需要摆漂亮。这个肉片是 L 本切的，有没有很漂亮？它是我们备料小姐。还有那个你那个水饺馅的那个大厨，他拧的超干的，水饺馅都不出水。哎，我不要钱，我们要忠于我们家的节奏，我们家的那个特色就是肉，不能把它的肉片弄歪，好像有点太多，就是拿两片，这还好。画面感觉你这个比例，对，画面感觉再加一点黄瓜，再看一下，这样那个菜肉比较丰盛。对，然后那是我要加那个加泡菜，泡菜在这儿，先放蛋再放泡菜，这一盆爆，我先搬到这个，尊重，切一个蛋。这个刀已经陪我应该有20年，可以吗？嗯，把它放了，谢谢，可以拿走。对啊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要一对吗？一个就好，一般都放，一般都放，然后再放泡菜。这泡菜是我在那个市场买的，好好吃哦，市场万岁。放上泡菜就可以。是不是要叶子比较漂亮？很棒。
好，这样子，然后再淋一点点汤，这样呢上面就会看起来亮亮。不用不用不用，这已经有点结痂了，因为那个加那个牛肉才会有点汁水，来看起来比较 juicy。有吗？有 juicy 的。好，这就是我今天做的。我可能要自己再拿一下锅子。这就是我今天做的这个，你帮我拿吧，谢谢。有小王，我感谢。这就是我今天做的这个韩式冷面，韩不要说韩式冷面，这叫什么？雪，这就是我今天做的雪碧冷面，有拍到吗？镜头拍到吗？有，好，那我就拍起。哎，不对，不行，来来来，忘记了，我芝麻还没撒，重拍一次。对，要着重在这里，其他地方也可以。只要最后撒上芝麻，刚刚忘记撒芝麻，太尴尬。这样好，这就是我今天做的这个雪碧冷面。我刚好喝一口，感觉可以，没有怪怪的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哦。今天这个雪碧冷面，我觉得应该算成功，因为我刚好喝一口，我觉得那个味道没有很突兀的雪碧味，是反正就是汤跟雪碧的比例是3:1，就我觉得目前。喝起来是正常的，等一下再吃吃看。好，跟大家分享，大成功，拜拜。要开始录吗？开始有。好，因为刚刚由于那个卡完以后，发现忘记放海苔，拍摄就是这样，一阵的兴奋紧张啊。拿一些海苔丝，是我最喜欢的。难怪我觉得少了什么，那这样才对呀、啊，是吗？再拍一次，过来。好，这就是我今天试做的这个雪碧冷面，我觉得大成功，因为这个汤我喝过，我觉得汤喝起来算是很正常，没有什么那个雪碧的突兀感。好，今天就大成功咯，拜拜。